天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马妹。好，那马妹，好，因为时间非常多，谁叫你要提早来，所以我跟你互动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哈，就是说，不要急。好，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哈，在这个位置哈，只要对着分贝机大喊哈，越冰越好喝，好，就可以来获得抽奖资格。好，抽奖呢，哦，只要喊完就可以抽奖。那目前我，哦，以我刚刚来做示范的话，目前最高分贝是130。那我想来看一下马妹可以获得多少。哦哦，所以游戏规则不是要超过我才可以抽奖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说以马妹为标准的话，那可能大家就可以在这边拍照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先来吗？哎，我看我先，哎 ，Hello， 小帮手。哎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。他那个用不用？我用。我们不能，对啊，我们这边不能拿麦克风哦，所以麦克风要拿下来哦，好，只是对着它而已，好，来，交给你哦。是。一二三。越冰越好喝。哎，120抽。130之类的，没关系啊，就差这个0.几而已啦，哦，表现非常棒，再次对王马妹一个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拿到超过129才可以抽奖哦。最高130，最高130耶。130耶。谁啊？他。应该说他，他最高是多少？我说他有一个极限吗？他有极限吗？无极限，跟你的背号一样啊。应该还会再超过啦，我们这边小帮手这边是说还会再超过，那好，那我们现在。我们排队的动线，我们这边就从这边好不好？我们从这边来排队哈。那我们就是以抽完为起，那时间到4:10，来第一位谁要来挑战？来，就是你了。谁？欢迎，你好。Hello。越冰越好喝。等一下就对这个分贝机大喊越冰越好喝。要给你一个3-2-1吗？还是你要谁来？好，来，请。越冰越好喝。再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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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讲讲一二四啊！对，耶！来欢迎下一位。好了，Hello， 帅哥，你的东西忘记拿了，这是你的吗？来。越冰越好喝。啊，很开心啊！耶！我喝这样有118啊！这个分贝机到底怎么设定的？我说我们怎么都是小女生小女孩在参与啊？各位你们这些鼠不这些哥哥们你们在干嘛？不是鼠啊，是啊。来讲出来。好，来抽奖。好，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，代表马明。都是代表赵芬的哈。抽奖。好，来。再玩一个。是不是？128，恭喜！来这里抽奖。耶，来下一位。哇，我们都是喝这个味全的果汁牛乳，来。126，恭喜！耶，欢迎大家可以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个果汁牛奶的这个抽奖。越冰越好喝！哇，你很会耶，知道最后一个，好，来恭喜！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活动哟。OK， 下一位，来，帅哥欢迎，帅哥欢迎喽！来对我们分贝机大喊越冰越好喝！129，这样才120，来抽奖。来下一位是好帅哥，来越冰越好喝，哇，这个在战斗，来这里抽奖，没错，大家这边大喊一下，把你们这一整个礼拜的压力全部宣泄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OK， 越冰越好喝，
128。哎，都还没有人超过130呢、欸。目前就我而已。哇塞！你列入计算吗？哎、欸。那有调过了，那可能来，不然给大家一个小小技巧。黑箱，技巧是什么？你说，你们有多爱马妹，声音就多大声，懂没有？可以改。是的，好，来，你改喊我爱马轩庭。多少？128.6，我怀疑这个黑箱才128，再来一次，刚才是不是有调过？自己再一次。没有，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，来，下一位。没错，大家只要来大喊一下，越逼越好喝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味全国金腰乳。好，那我们小帅哥先，哎、欸，好，还是小帅哥和一些迷茫。大帅哥先。大帅哥来，你要对风贝鸡大。哦、oh! ，碰了！新的冠军得主出炉了，不过你还是要抽的。笑死！来，欢迎参加。好，那目前为止最高是131哦。好，来，点多少啊？点没关系，我们就以整数为主了。以整数为主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来，自动取消资格。啊！前面的吗？没有，是越冰越好喝。多少？90。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要是，我们应该要先喊个味全果汁牛乳，然后你们再喊越冰越好喝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位。哎，怎么被我主持了？来，是谁？请问是你吗？你好啊，来，妹妹，我等一下喊味全果汁牛乳，你就越冰越好喝。味全果汁牛乳，越冰越好喝。多少？19。来，妹妹，抽奖，这边。好，下一位弟弟哦，小帅哥，谁准你染头发的哈？现在没有发型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染，他没染，天生的。你是哪一国人？台北是国家的。你会讲话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参加。味全果汁牛乳，越冰越好喝。哇，弟弟131耶！哎，好，来弟弟，几年级啊你，小帅哥？几年级啊？你几年级？二年级。哇，小二，未来国家动员，好不好？来下一位。来，欢迎下一位，是要来挑战吗？哎，你们只要喊越冰越好喝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好，越冰越好喝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大家就也对着他，味全果汁牛乳，越冰越好。130，赞，恭喜你，来这边抽奖。谢谢，来，还有下。